只要车子有点油，海哥带你量地球。大家好，今天去李大哥、李二哥，就是两个单身一个老娘那一家去拜年。这次去拜年呢也是非常的搞笑，因为李二哥前两天给我打电话，海哥啊，过来给我拜年，我要请你吃饭。这句话其实听起来也没什么问题，但是我感觉想想也有点好笑。好，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出发。下车了，先抱一个吧。大哥，你想吃什么啊？你想喝什么？可以，可以。大哥还这么精神呢。嗯。看你带了钓鱼的没有啊？快点吧。大哥，哎呀，哎呀，还有，别跑。哎呀，哎呀，好，下去吧。哎呦，哦，二哥放鞭炮了，哎呀，二哥，鞭炮这么长啊，小心，喂。哎，新年好。好。哎，啊，好忙哦。新年快乐，顺便给你那个，哎呀，啊，祝你健康，祝你长寿啊！好了，我来。这第二是又猛干，新的一年又开始了，发财。你今年有没有这么打算？有打算。钓鱼啊，你的这个也可以啊，黏网，黏网，要穿雨裤才能下去哦。高的连这个都带好。不用下，我们拿绳子一拉就可以了。你绳子丢过去，那出发吧，走吧，出发。大哥，走。啊。还有多少鱼啊？有没有大鱼啊？有没有？有啊。有大鱼，确定有。啊？有大鱼。有大鱼，大哥说有大鱼。哇，这鱼好大。真的不大啊，来这里你要网就打进了，不要说啊，咱们这来一个风俗习惯，可能是要拜一下这个鱼塘。嗯，这里看到有横指，大吉大利的意思。大哥，嗯，你下去抓一条上来。我不信了，我怕。信吗？怕什么？不信了，不怕。我等一下来救你。你去啊？我去啊。好，可以了，不用拉那么长了，可以拉过去啊，对，拉着网过去。大哥，嗯，好的，抱一下，
大哥最多有九十多斤啊，九十多斤是吧？等一下等一下，没关系，你放绳子也行。大哥的手指啊，拉到那个岸上。嗯，就是这个手指。对啊，你就缠着。没关系，从里面解。毛，但是做事做的，你看，就是做事做下来的那点。哎，伤痕累累。嗯。我给他一支烟，看一下他怎么处理。来。这。那你给谁呀？哎，弟弟。给弟弟。哎。看到没有？嗯，又是给弟弟。弟弟，哇，太感动了。嗯，为你们兄弟情深，拉、嗯、点赞。嗯。阿哥，你不要，等一下网还没有拖过去，那个鱼已经拖上来了啊！哦，还要蹦咚蹦咚，就扑通扑通搞两下是吧？那个鱼才会乱穿，是不是？等一下到头两边打一下，它这鱼就会上。还不够，还不够，还要，还要。丢失了没用，我这个鱼有灵性的，它一般都要用竹子一赶，它就上网了。就马上就会上网的啊！高总，你不要拍水吗？啪啪！哦，有大鱼！先抓一条，妈，等下妈的一条都妈的搞不到，妈的没得吃了。小心点啊，别滑下去了。这个大螺丝啊，一桶一桶的放下去啊，他每天吃螺丝长大的。完了，小大，抓了，抓到。鲑鱼啊，鲫鱼啊，长身鱼啊，什么都有。嗯，今天要洗这么多碗吗？嗯，啊，要洗这么多碗啊？是不是吃饭的人多啊？你这，好气！我看一下，开啊？喝开水啊、嗯？阿姨叫我喝开水。好，起。喝开水了，起。李大哥、李二哥，他们这一家，前前后后我来了三次，每一次都会带过来一些网友的捐助和资助，我自己个人也捐了1000块钱给他们家。看到他们这一家，其实每一次都有想帮助他们一下的那个，就是那种冲动。两个这样的单身汉侍奉一个老母亲，真的人间正道是沧桑啊，太不容易了。你大哥、哎、来啊，来这个来坐、啊、坐在这里。哦，穿皮鞋了、啊、哇，大哥穿皮鞋了，帅呀、啊，哇呀，你好帅！嗯，
上次一位微信名叫大海的，他来自山东济南，这位爱心人士他叫李怀全，他给了我一些钱，嗯，今天我也是就是希望大哥能买一点他想要的自己喜欢的东西。大哥，嗯，我这里不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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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一位李总，山东的啊，他给你的，我不是拿着给你买一点东西哦，啊，你想要买什么去街上买，知道吧，大哥？啊，谢谢这位李总，谢谢谢谢李总，刘伟啊，哎，谢谢李总，说，哎，大哥不会说哈，非常感谢李总，啊，刘伟啊。啊啊，你不是好，就是就是现在相亲的情况怎么样了？相亲的情况还不知道，反正我帮你介绍的那几个呢，那几个反正现在在聊啊，还在聊啊，这个黄花菜都凉了，开水都走熟了，还走开了，还走干了，还聊啊。他在聊不？他说今年五月份过来采杨梅的时候会过来不？哦，约了几个？就是一个不？哦，搞多了，能搞那么多？这一个都说话，我又没什么文化，是不是？大哥，是不是上次那个说喜欢鹅的那个？喜欢鹅的，他现在我跟他聊，他没聊了。哦，他不喜欢鹅了。他不喜欢鹅。嗯。那人家肯定是喜欢鹅，可以看得出来，因为你现在鹅少了嘛。鹅我每天都杀了，去年已经熬了这么多。没那么多鹅了，所以人家不喜欢你了。他估计是，不知道他是爱护动物、小动物的那帮人士啊，他喜欢鹅多过喜欢你，是这意思吧？啊，现在聊的那个是哪一个呢？香港的。香港的。你香港也不有粉丝啊，那个叫是乡下的乡还是香港？不是香港，确实是香港那个乡啊，不是乡下那个乡，不是。嗯，他土地也是赣州。哦，他在香港干嘛呢？香港打工。哦，他多大年纪了？跟我也小一点吧。那不行。大哥说不行。大哥，啊不行啊。大哥都知道不行。这个二哥应该也知道靠不靠谱。现在不知道，反正吧。哦，不行啊，大哥。啊。别的。啊，别的。别的就是随意的意思。屏幕前的兄弟姐妹们啊，其实我觉得李二哥这个事还是就是这个相亲的这个事不太靠谱啊，希望就是有看上李二哥的老实本分的人家可以跟我联系，跟李二哥联系，然后就是希望李二哥尽快完成终身大事。你的要求其实并不高，对吧？不高，就是要能生孩子。嗯，年纪多大无所谓。是啊，离过婚姻没有无所谓。无所谓啊，生男生女都无所谓，对吧？是啊，只要能生。嗯，这个是相当简单的要求，希望啊就是有合适的女青年小改改能跟李二哥或者跟我联系。感谢大家，真的互相转达一下，希望能帮到你这个忙。也感谢那些网友们。也感谢你海哥。我希望我能牵上这根红线，喝这杯喜酒。是啊，如果是真的通过我的镜头能牵上这根红线，有女孩子愿意嫁给你，到时候我们全网几十万是啊过来给你助兴。嗯，来喝你的喜酒。喝我喜酒啊，请你做上席嘛。哦，还是做上席。去年其实已经说过了，对吧？嗯，来谢谢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下期
跟李大哥一家吃餐饭。好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